先前以 DJ 身份在台湾夜店献出首秀，小 S 和老公也到场支持，小 S 整个超嗨，还上台尬舞又抱抱，一家人气氛融洽。演出结束后，传出具俊晔五月将离开台湾，要飞往纽约工作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具俊晔将于五月十三日现身纽约知名夜店表演，该家夜店已经证实此消息。不过大家都很好奇大 S 是否爱相随，经纪人对此表示，纽约行大 S 不会同行，因为孩子向来是大 S 的重心，他会留在台北陪伴孩子。另外也传出制作人詹仁雄邀请具俊晔担任男团选秀节目《原子少年》的飞行导师，有望在最后一集登场。大 S 经纪人则回应，目前收到许多邀约，希望夫妻合体代言或出席活动。但是大 S 本来就不常参加综艺节目录制。至于具俊晔的确有接到制作人邀约，目前还在协调档期，一切要看纽约演出后的行程能否配合。